我现在就是已经很依赖你了嘛，所以赵子墨，我很喜欢你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走？夏天晴，明天见。请原谅我用这种方式跟你告别，是我擅自闯进你的世界，没有我。你一定可以笑得比现在更开心。对不起，是我说错了。你不是方瑶，你是夏天晴，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夏天晴。刚开始，心可能会有点痛，但这是我能保护你最好的方式。明白吧？赵子墨，我是天晴，你怎么都没有接电话？你还好吗？在哪里？我很担心你。我跟大家说，你请假很快就回来了。你不要让我说话不算话，大家都很想你，记得回来。工作，工作。赵子墨不在，还是不要打电梯好了。我在，别怕。就算没有我，你也可以的。天晴，啊，学长，有事想要跟你讨论一下。啊，我刚好要去老街筹备处关心一下进度。你怎么了？有事你打电话给我就好，但你突然跑来，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啊？这件事很难一下说清楚，可以去你办公室谈吗？走吧。听说赵车主休假了。对，他休假几天，
很快就回来了。是吗？下午茶活动即将开始，他在这时候休假，很不像是他会做的事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其实，就子墨他离开了，可能也不会再回来了。没事没事，我知道赵特助帮了你很多忙，他突然离开，一定会让你措手不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都在，随时都可以帮忙。学长，你放心啦，我撑得住。只是我不太习惯赵子墨不在我身边的日子。解不开的。妙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只是想来奉劝财神一句，若是轻举妄动，只怕会报案终身。妙老，你说过夏天景本无姻缘，是因为我的介入才促成他跟张振宇的缘分。既然缘分是因我而结，为什么不能因我而解？此乃公务机密，我现在上班时间不便透露。但财神，你想解开红线，破坏夏天晴的姻缘，究竟是不是出自自己的私心？关注你了。